钉几个大钉子那个塔，叫奥林匹克塔。它的高是186到246.8，高低不等。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所有的体育场馆，一般没有台风，不知道靠就没有过是吧？大家注意啊，那是祥云火炬啊，对对对，那是国家体育馆，奥运会期间呢蹦床手球竞技体操在里面比赛的。这个从天上往下看，它像一把折扇的形状，也叫折扇。咱们右前方这个建筑呢叫数字大厦。奥运会期间呢，各种安保信息信息交换在这处理呢。从侧面看它像电脑的主机，从正面看呢它像电脑的芯片。左前方这个建筑就是咱们国家最高级的酒店了，盘古七星酒店。中间三栋是国际公寓，上面还有12座空中四合院，最上面还可以停私人飞机。最前边那个就是盘古写字楼，下面一条龙廊把它们连接在一块，叫盘古大观，是一条龙的形状。写字楼是办公用的，办公楼，对。系数幼儿园及游泳项目，系数幼儿园2亿以下儿童可享受门票，欢迎到此处购票。整个是一龙的造型，前面是龙头，后边是龙尾。